等一下，这个我比较想要先听其他团员怎么说。好，抱歉，说，这明显就是团员的关系嘛。说得好，对，啊，你是学长学弟吗？对对对，谁是学长？一开始的阿便真的是我学长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大一他大四。你不夸张哦，我大一他大三，然后后来默默的我到大三之后，他还是大三，我们变同学喽。然后小学毕业两年之后，哎，阿便还在念大学，他变我学弟了。对，就是关系很复杂。然后就是大家是不是很常看到我在网上面跟他打情骂俏？我告诉你们是真的。对，不要怀疑，这就是我们两个关系，就是很麻吉啦。对，就是麻吉，好兄弟都会彼此用器官去问候对方。哪个器官？什么意思？用眼神去问候对方。对，眼睛也是器官嘛。对。OK，